所以说这是我们的新项目是吗？哇，好吓人呐、我怎么感觉我的马也开始了呢？好的，不是，哎呦，哎，好叔叔，我感觉我要被甩飞了，走，哎，你不能死、啊！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不让你死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偷袭我，我打你还用两个吗？吹，你就吹吧你！听我说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误会？你清白，你无辜，你刚刚在台上怎么不说？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！快告诉我们怎么回事！他说的对，我就是为了钱。你啥意思啊？滚开！哎呀！